双眼被蒙蔽，钱财摸不着头绪。那个究极应该很久没有去聊天了，因为他被又挡住啦、啊。也许可以放在比较前端的地方，前臂小上面。任何的神兽你不能放在音箱或音响的上方。会吵，会震动，咚咚咚。他其实基本上应该是咚咚咚，跳得很可爱哦。厨房煞气严重危害父母健康，做儿子的实在很担心，究竟哪些问题可以事先预防呢？被他受伤跟开刀，我妈现在在看，甲状腺她红开了两三次，还有子宫肌瘤。然后爸爸有说身体也不好，他不抽烟不喝酒，就有口腔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委托人矮跟风投资热门行业，但一窝蜂的下场就是关门大吉。究竟要如何让钱财持之以恒地进到你的口袋呢？哎呀，台湾真是宝岛，你看那个水果这么多，都好吃又甜。对，而且我每天一定要吃水果，像现在呢，当季的水果很好哦，糖龟啊，对哦。对，这是什么？马上是红枣，而且我第一次看到，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哎，这一下 ，Man Center 啊，竟然叫神头，对呀、啊，哇，这没有看过哎，对呀、啊，哦，天哪，这个水果一看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觉得住这附近很好，这里生活机能超棒的，方便，一样的是菜市呀，对呀、啊，然后右手边那边有学校啊，然后还要过去大公园。是，哇，住这边的人应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烦恼才对，而且应该风水上也没什么问题呀、啊。哪讲到这吼，来个神头。哎，我头一个听到问神头，不是问心灵吗？啊，问神呐、啊。哦，神。对啊。安顺哟。因为就是他们一家人郑先生啊，住在这里本来也开开心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越住身体越差，然后郑先妈妈呢做什么投资什么就赔什么，对，哥哥也赔。然后包括他自己也赔得很惨，嗯，最重要的是好不容易呢，哎，结了婚，嘿，想说呢来点喜气，对不对？是。那因为孝顺就住在楼上，本来住七楼嘛，后来就新婚夫妇就住八楼，对。结果哇，爸爸妈妈呢住在七楼，身体越来越差，他们住在八楼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只能够。说他们问仙，就是惨，而且他有个哥哥跟妹妹哦，就常年就是都定居在国外，很少回来。直接就是搬去泰国，没有要回来了啊。对呀、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风水已经差到，就是全家人还不能好好聚在一起。是，所以我们赶快请到大师来好好解救一下。那我们就要欢迎谢老师。主持人好，谢老师，你有吃过仙草吗？有啊有啊，这个以前叫做蛋黄果。这要爱下回不？它其实皮是它如果熟的时候，皮是可以直接这样剥开、哦。真的、哦？对。好耶！如果当然来试试看。还没这个还没有熟。还没有熟哦，这很硬啊。他们家人怎么会这样啊？明明这儿子也很孝顺啊、原本都好好的。对。怎么越走来越走下坡呢？其实我也很少看过这样子，类似说，他是。他们基本上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是。可是既然是忠实观众，可是我们节目讲的很多很多东西，他都没有注意到。那你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哪里？那最大的问题呢，是房子里头可能对于健康跟财运方面呢，有非常大的一个问号。是。因为大家都想到要赚钱，可是都没有想到怎么样才能够存得下来。那已经要帮我们改善一下啦，我们用数字来测财运。对，我们有了健康之后才能。来测财运，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易经的这个数字，那么来测这个财运。好，那当然，观众朋友到时候呢选到怎么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您最近几个月的这个财运到底如何。好，第一个号码，大家可以凭直觉稍微选一下，就第一个直觉哦。嗯，如果你有在想第二秒、第三秒，那就。就选第一秒我了解你解说的非常的清楚你先选一下我先要先选先选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对吧844哎我864好啊没有我基本上我知道答案了老师知道答案不能选啦制作人选一下884好吧今天不要选这个好开玩笑的啦反正平时学现在当做一个参考嘛对好最后再跟大家解答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去解救一下郑先生对好啊
不管大钱小钱有的赚，没有人会嫌少的。而委托人郑先生想要赚的更多，不断投资副业，但不投资还好，一投下去反而赔更多。究竟要从何改善，才不会落得血本无归呢？这个入了风水这一段时间呢，从来没有遇过这个委托人长得这么帅的。制作人你人真好，你刚刚真的有露出姥姥的感觉，八十多真的很长，很想一口把它吞进去。真的耶，但是你还好吗？当然还好、啊、我看你眼眶很黑，你是眼圈睡不好，看你像笑口常开，只是说你的气色没有很好，那你眼圈黑一点点，那其他还好吗？其他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我们住在这边投资老是就是不是很好啦。你是做什么都赔什么吗？以前啊投资什么都赔什么，很多几乎、啊、几乎也赔、不是几乎，几乎是阿记啊银安好就几乎，几乎有没有赔我不知道。但是你住在那边住多久？这边二十几年。二十几年，对。然后听说不是他赔、爸爸妈妈也都赔了，住在这一层呢都有，我哥哥我爸妈然后还有我。不好意思，那我亲你。这个我们就要问一下谢老师了，每次都忘记谢老师了。谢老师，我看到你慢下过来了，谢老师。他们家这里客厅基本上看应该还可以吧，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基本上从客厅这边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基本上他说的一些，比如说财务上的问题，几乎都看得到。就是乌龙中赔，全部赔的问题在这里就有看到了。你没有发现哈、我们一般进出，首先第一个就是讲大门的位置。站在大门，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在大门，你会发现里面几乎每一个房间的这个出入口。都是一眼看得到。对，真的耶，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四个门，5个门，全部都看穿了。哇，这个太清楚了吧？就像我身上有几个口袋，你一眼都看穿了。是，你连这个隐藏的口袋都没有这个我们讲藏起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第二个，我们常常要从大门，第一个要看什么？门拉直线，直线的部分叫动线。对。那所以在动线上面，你要避免有这个所谓的漏财的情况。你发现门拉直线，你第一个看到什么？冷气。对。那你会发现两台，一台在上面，一台下面。对。然后。两台冷气都对着门口吹出去，哇，那把财都吹出去的意思吗？是啊，而且家里就不会冷啊。对啊，冷气一开都吹出去了。是啊，开门就见冷气，这样是漏财。对，因为基本上大门是说我们讲进出口嘛，当然是讲说钱要通通从门这边进来。是，可是如果所有的气场就是从门口就往外推出去的时候，想想看，钱财要进家门之前就先被你推出去，你先回头想那个。那一叠的这个我们讲说的机器下你放一叠的钞票，你看开个5分钟之后会怎么样？那我就旁边捡了。真的那边捡就是一进门本来带着财进来竟然又被吹散了。对，你刚刚讲说赔是有投资什么生意？什么网咖？网咖有一段时间很赚呢。对，那时候是有赚到一点，然后后来因为网咖条例的关系我们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到那边又是什么条例上哪些不行，一开始说可以，后来到真正我们把整个房子都打掉，然后也租了2个月，都差不多要开始的时候他说又不合法，然后我们又把它装潢回去，所以这一段是整个都赔掉了。最后大概赔多少钱吗？大概30-40。哇，而且是只是赔钱而已，那是白忙一场哎。对呀、很气。对啊，不然帮人家重新装潢还付了2个月的租金。对呀、给托你。是，然后不止这个嘛，还有别的啊。投资餐厅，因为那个不是我本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手边有一点钱就什么样丢下去看看。复古餐厅，当初在那个中央东路后面有一家阿口熊，是一个很复古的。阿狗兄，那个阿狗啊，是黑狗兄的弟弟吗？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就很流行那种比较服饰的店啊，对对，其实蛮好，很有味道，台菜啊，对不对？
结果一年多就差不多就复古了，做股对做股是自己你投资还是自己经营的？我没有自己经营，我是投资，那晚上过去帮忙。哦，对，就是这样投钱，反正先投进去再说。对啊，我也怕把鸡蛋都丢一个篮子里。对，所以我早上有上班，晚上过去帮忙。对，所以这样那个，所以这样一直补那个洞，补到变200。投资失败屡试不爽，钱坑越补越大洞。双眼被蒙蔽，钱财摸不着头绪。那个九级应该很久没有去咬钱哦，因为他一直被又挡住啊。也许可以放在比较前端的地方，钱币上面。任何的神兽，你不能放在音箱或音响的上方。会吵，会震动，咚咚咚。还有轻轻的响。你刚刚是咚咚咚。